开垮的练法是这样的，先练这个功法，放松这个腹股沟，这个垮向左右松开，这个垮部向左右松开，打开这个垮，收腰，沉下来，三次沉下来，也可以轮换的这个方向练。开垮还可以延伸到其他动作的练法，比如这个弓步也是放松叫腹股沟，向前后松开，直直的松下来，垂直的往下松，比如这个太极步，它就是这个捻步，就是通过松垮而捻的。换个角度，这个搂膝二步，松开这里，开垮，松开这里，把这个重心垂直点放在这个垮，看，这样的练法呢，它就不损伤这个膝关节，因为它的膝关节不受力，它把这个地面的这个重心放在这个垮，再来，把前垮松开，脸部脸颊，看，垂臀，再看一遍，松开前脚的腹股沟，把垮松开，这个开垮，开垮脸颊，后垮垂臀出脚，还可以这样练，就是半马步，松开这个主要的腹股沟，你看，开沉下来，这样垮一松开，就沉下来。开，比如这个揽雀尾，这揽雀尾暗示先开垮，先开垮沉下来，然后后脚顺着这个沉势向前搬，前脚呢又收垮，又收花根，沉下来，再有这个斑斓锤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倒叉步吗？倒叉步也是松开这个腹股沟，把垮松开沉下来，看，开垮沉下来，开垮沉下来，
沉下来，沉下来，露下腹，开胯，开胯，两下的脚，又开胯，沉下来，沉下来。这也是一个倒插步，它的要点也是要开胯，也是要开胯。中开人主要是五勾啊，胯中开了，甚至沉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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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胯沉下来。然后垂臀出脚，中胯圆满，你看，对，中胯圆满，它也要开胯，你看，哎，哎，开胯，开了胯，沉下来，哎，进步般拦截，这个。开胯的分解就说到这里。